来过的。再见。哇，好凉。很多车进来。那我觉得行，你这个烧烤是换过了吗？都不是你同事的弟弟。那排骨还是看着不错。多少枚鸡啊？那卤肉。啥？你几个猪啊？多少枚鸡啊？那八十。这个看起来不错，牛杂粉。没有吃牛肉过。给我一个鲜鱼粗米粉啊。
这里也是有坐火车。菜扣肉，喂，梅菜扣肉，梅菜扣肉不？梅菜扣肉不啊？好啊，排骨咯，排骨啥物？排骨啦，是双拼的。双拼啥物 ？A 八，看 A 八有啥嘛？排骨三块，排骨三粒的，有啥？哦，刚好双拼哦。三平是有排骨，有排骨，几个排骨咯吓。啊好 ，OK， 啊来十个包的，包的啊，这个。辣椒啊，辣椒来辣椒啊。啊，哦，有辣椒。辣椒有鸡有排骨，哦，那鸡啊，四只块，这是哇好料啊，豆豉啊，啊豆豉排骨，啊，还有只梅子正的，油啊的，好啦，油大片丁，这是猪油，好好 ，OK， 大片 ，Thank you， 感谢你收件 ，Thank you， 可以不打了，我做八片包出来，好，这个不错。里面那是那个锅，锅粉，就是辣味排骨，辣味滑鸡，哦，正常，要香的，一打面，慢慢煮，要打包吗？打包就慢慢来去。我试试，慢慢煮，啊，这个。你要炖过一个小时的才能煮的哦，你加这样做够了，我慢慢块的料，好料，还有腊肠，有鸡肉，有排骨，它是倒数。因为你加钱，肯定要给多一点的。你有加排骨？啊，排骨、鸡肉、腊肠。我刚才我好像忘了放了一点，我弄过给你了的。来，
看一下，嗅到它的香。我撩几下去。腊肉香肠，好吃，嗯，啊，香菇，大大片，腊肉。买了，还有大鱼皮。很脆，软剂，拿上面来，不要不要。